要有人来爱我，有人来爱我，梦幻的青春它错过，我要对你说，爱的话情的过，那一天才结果，远方有人在呼唤，不是呼唤我，也呼唤我。自从慷慨离开我之后，我那破洞的心湖就从来没有停过。本来我也应该离开康家的，但是经不住康伯伯的一再要求，我就住下来了，一住就是一年。慷慨就像一个断了风筝一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丽君啊，外面在下雨呢，好冷啊，哎，你小心着凉。哎，没有关系，这阵子我的脑子都快给闷慌了，淋下雨反而会清醒一些。哎，丽君啊，想不到我们两个人假戏真做了啊，你也变成康家的一分子。我是不忍心看到康伯伯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在寂寞的岁月中度过。对了，今天是大少爷出监牢的日子，奇怪嘞，老爷并没有去接他呢。这是他罪有应得，一年的监禁对他来说还是太轻了。哎，太轻。哎，丽君啊，还记得你那篇神探飞狐大破国际反毒案，轰动了整个报界。哎，你不但获得了赚钱日报给你的一大笔奖金哦，而且警方还给你一张英勇奖状。对，哎，你不要忘了一年前你对我说过的诺言哦。什么诺言啊？什么诺言？不要假死了。哦，你想娶老婆是不是？当然了，我想了很久了。你可以娶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好，那我送一个老婆给你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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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骗我，骗你，真的，我可以娶老婆的，现在是合法了，英国很流行的嘞。好，送一个老婆，真的，送老婆给你，真的。哎，康伯伯，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？阿才呢，想老婆想得发疯了。哦，原来阿才你想老婆，爱死了。你看喜欢哪一个小姐，老爷帮你娶过来。真不真的？真的。老爷不要骗我。真的，那老爷帮你娶回来了，赶快谢过老爷。哎呦，老爷我很开心哦。哎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哎，当然开心了。我怎么会开心呢？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钻石还在解咖箍，一个是石头，不是石头里的宝石，对不对？石头里的宝石不相信。可是这颗宝石却失踪了。康伯伯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外面下着雨，我们到厅里边去坐吧。不，这场雨下的正是时候，我要痛痛快快的淋一阵，同时我这颗顽固的头脑也该清醒过来了。唉，凯儿也真不够意思，要走总该大大声声地跟我吵一顿才走，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，唉，真不是康家的种啊。爸爸，我错了，我请你老人家惩罚我这个忤逆不孝子吧。风儿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这年也该你受的了。大少爷，康风。风
也停了，浪也静了，海面点点归帆，心上人回来了，泪也停了，愁也忘了，只要能够见到你，没什么可烦恼。怎么了？难道我这次回来又是错了？二少爷，慷慨，当一个人太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并不是永远的分离，你说对吗？当一个人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好的医治方法就是回来看他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凯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次你不会再走了吧？那就要看家里对我的待遇如何了。妙，答得妙。你这次回来就好了，我们重新过一个新的开始吧。真的，爸爸？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称呼你？不再是老头子了？除非你固态再复明。我太高兴了， I'm very very happy。世界里没有猜疑，也没有分离，更没有哭泣。在这个爱的世界里，充满欢笑，更充满甜蜜，在我的心里。